刚刚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听说是，有周先生有没有来？是周先生吗？是周先生吗？胡先生，来，掌声。谢谢周先生。有更厉害的。好，来这边的话呢，有发现到哈，开，就是林小香，靠过来，来转过这边。这边的话，等一下，应该是从那边看，然后这边有那个林角鸮在这边栖息。那林角鸮的话是那个猛禽嘛，所以是。然后他会，如果是说你有一些人为的一些干扰，他可能就会待不久。那因为一发现以后的话，大家就会疯传哈，就会比如说传，所以就很多人他们过来看，大概好像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，然后后来的话就离开了。好，那还会再来吗？不一定哦，因为你如果是。如果有干扰的时候，它就不容易来。而且，你这个是我那个看过比较矮的地方，我这是比较低矮的地方。基本上啊，这个菱角鸮是，猫头鹰这个生活的习性是白天睡觉，所以。理论上是白天才看得到，但是大概黄昏的时候，他就要去工作了，去抓老鼠。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老鼠吧，所以他到那个山上啊各地啊、去抓老鼠，抓什么有的没有的。所以，那至于因为这可能要在长期观察。